请问你是？陈柏云，十号。你犯了三个错误。第一，从你的穿着，我完全看不到专业。第二，是人就会说谎，当事人不会比较神圣。第三，这是我的场子，质疑主考官，如同在法庭质疑法官，犯了大忌。你可以走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冷血？陈柏云，你 over 喽。他是你的指导。指导，指导也要讲道理啊。法律系四年，律师我考了五次。如果只是为了成为像你这种没血没泪的人，我宁愿不要做律师。你再不冷静，我要申请保护令了。都是你。不关你的事啊，走开，走开！陈柏云，你们怎么样？陈律师，哎，我的卤蛋，我没有人教过你吗？喜欢吃的东西要马上放到嘴里，才不会被别人抢走。哎，老板娘，再一颗卤蛋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卤蛋卖完了。酒量不错，再来。我敬你。干嘛一直灌你酒啊？怎么？我说他是心情不好还是怎样？干嘛一直灌你酒？新来的法警哦，哎，谁给你法警啊？好辣！真的好像我一个朋友，方律，都好凶啊。陈柏云，热咖啡，一颗奶球不加奶。哎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老板的错，老板坏。哦，把你打开啊，没事。周六晚上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最佳利益。